咱们鸡头这部分的线呢，都是从这个横壁这边穿过来，然后从这儿这个出线口出来的。出线口出来之后呢，它有一个什么线呢？首先是有一根8号的左右滑道线，左右滑道线在这个位置装的。这个也就是转下来就可以了，松开之后往上拔，一点一点的。啊，都被研究。这根线呢，先留在这边。然后是这根线，九号线是摆动器连接到这位置的。它的线的颜色是对应的。现在这个胶布已经揭开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咱们过来的这根线，也就是九号线，它的蓝线和摆动器的绿线是接一块的，两根线的黑线和黑线是接一块的。控制柜过来的这根橘色的线和摆动器红色的线是接一块的。控制柜过来的这个葡萄色，紫色这根线和这个摆动器的蓝线是接一块的。另外还有一根，这根棕线是备用的，所以说我们不用接。现在我们看送司机这根线，送司机的电源线是10号线。10号线，它是跟送司机预留出来的四根线是对接在一块的，绿对绿，红对红，黄对黄，然后剩下这根呢，咱们过来的这根线是黑色的，它预留的线是蓝色的，这两根接一块就可以了。这个上下滑道它也同样是细心的横插，滑下就可以了。这个线拆下来之后呢，它是这样的，这个线是不经过这个横壁的，它从这过来之后，它是由这个控制箱，咱们的壶高滚动器由它来控制的，最终到了这个位置，就这个插头。你现在把它拔掉。